大家好，我是伍秋峰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录《艾德律亚再生存》特辑。今天起来的来宾就在前面了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猫乐。哎，你是猫乐，那我是秋峰。大家好，我是伍秋峰。那今天的任务你应该很清楚了，不需要我再解释吧？我觉得我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，这任务对我来说有点难。今天只用打两只怪而已，两只而已。欸，超强的那两只欸，好不？今天只要打一只凋零骷髅，他如果喷头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打凋零怪了。有没有很轻松？有没有很轻松的感觉？没有欸，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轻松？二话不说，走啦走啦！哦，看一下，没有，我看到凋零了，我们要冲出去了。喂，哦哦，猫热冲到前面去，有没有看到一只凋零？我没看到，弟豆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啊！我烧起来了，眼瞎了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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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哦，今天的开始马上来了，哇哇，就这个，哦，那个火球怎么没有那么准？喂喂，哦，哎，他走下去了，哎，有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好抠嘞，哦，前面有两只伸出来了，刚刚还没有的，啊。哦，猫了，你好神勇哦，你好神勇哦，好痛哦，等一下，你好神勇哦。我觉得我要死了，为什么不准？哎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喷了吗？我要在这边捡你的骨吗？还没啦，还没啦，我被打一下而已啦。哦，这么神勇哦！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！我不知道被打那么痛哎！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！你现在才知道吗？对啊，我现在才知道啊！等一下啊，他们丢了火球，丢的太过分了吗？他们很过分啊，一向很过分。我现在能撑到17级，我觉得很厉害了。我要保护你的安全吗？你应该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吧，不然要得你控制感，得你控制感啊！不相信我们俩，立马会喷掉，立马喷掉！我把控制感交在你身上，好不好？你可以，所以我是要拿控制感对付他吗？你可以保护你的安全，控制感可以保障你的人身安全。我们该不会这集就是打头，然后打电铃过来？对，没错。我终于懂我们这一集的目标了。你终于懂了，你终于了解了。哦哦，烧起来了。我低头。赶快过来，这里可以临时避难。欸，这下面为什么没楼梯？哦哦哦！你确定这是临时避难？因为我刚才站在上面呢。雾农，哎，有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我力超强大。先闪过烈焰神。哎呦！然后打他。我一次只能打一下，怕它掉下来。哦，我打到僵尸猪了，完蛋了，死掉了。啊！我都被僵尸猪杀死了。这个僵尸猪有点过分啊。就对啊，僵尸猪很狠。哎，欸，不，僵尸猪在哪里？他刚刚好像死掉了。哦，僵尸猪怎么在家里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他在家里？我解决掉他了，解决掉他了，没事了。那我重生哦。嗯，好，你可以重生了。我现在要捡回我的控制感，控制感还是拿在我手上好了。你到地狱再传送可以吗？不要这么急。欸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现在喷到只剩下一件衣服和一件鞋子了。这么惨哦！这么惨哦！你不是死在家里吗？这么惨哦！对啊。没有装备了。欸，我的那一套原本就已经快爆了，应该爆光了。应该曝光，应该是曝光的吧？我一，啊，怎么办？那只能丢这些东西给你了，没录用的这些东西给你。然后我忘记说，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农夫。等一下，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熟的？你生存也不行，做农夫也不行，你是来打酱油的吗？我获得一个新的称号，酱油猫。酱油猫，我为什么老是请打酱油的来宾来？阿三要问你啊！喂，哎哎，不，没掉，什么都没掉。为什么控制感没有喷掉？哦，因为我控制感丢给你了。为什么控制感无坚不摧欸，你懂吗？是这样吗？要不要砍死这一只啊？这只好烦哦。可是它不是会伸出来？哦，哎呦呦，它飘远了。哎，你没有做衣服哦？没有，不够做衣服。你怎么穿着卫生裤裤在这边走？裤子比较重要，衣服不重要。你怎么穿着卫生裤裤在那边走？我这样只是相当于我穿一件多一件的外衣，我还是有穿裤子的。你这样看起来就像没穿衣服哎。
会吗？因为我穿着内衣就在外面走啊。这样不好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凋零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他站在那里，站高高的。要啊，我要帮助。我现在空装哎、欸。我完全不知道你在哪。烈焰神在下面，走到下面来。我要下面。我先上去看你。我烧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被埋伏了。下去，走下来。他们好恐怖哦。猫乐保护我啊！引我们引诱战术，你是诱饵，我是诱饵吗？诱饵，我是诱饵吗？我燃烧了，燃烧了！我现在空装哎、欸，空装好容易死哦！我现在发现，哎呦，打不到，打不到吗？他飞太高了吗？出去然后手短，然后打不到。哎哎哎哎，喂、哎、喂。等一下哦，应该打得到。哦、啊，要死了，这次死定了。哦、OK， 我把他杀了。你把他杀了，这么强哦。还有一只哎、欸，是有用处的。感觉还有一只。还有一只吗？还有一只。猫乐靠你了。我没有，他没有上来。哎、欸，他没有上来。我的目标是凋零啊，死掉了。你化为灰烬。我化为灰烬了，太难了啦。等一下，我也快死了。空装，你先捡，你先捡一下东西，先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铁，都没有哎、欸，怎么这么惨啊，不行了啦，我要去挖一下铁了。去吧，去吧，我帮你捡尸。你捡尸啊，现在就靠你在地狱打拼了。我现在没有铁装怎么行、啊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死了吗？哎呦，好刺激哦！我现在赶快找铁。你凋零致死，好了，我回去了，我立马回去，马上就要回去了，我连铁都还没看到嘞，影子都没看到你就死了，换，等一下交换 ，TP 了，有什么怪在旁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只有一只，哦，史莱姆，哪里？我被史莱姆吓到了，不就史莱姆而已吗？哦，他刚刚忽然跳出来吓到我了。好了，我把装备穿起来，这个衣服也快烂掉了。好，可是他好像在前门，我从后门。哇、哦，杀掉了！哇、哦，掉眼睛了，掉泪水了！哇、哦，我拿到一颗泪水了，幽灵的泪水，我的泪水啊！哎、哦欸，我们家那么大是怎么回事？你有看到我的泪水吗？没看到啊。你看我，眼泪好大颗哦。那你？我在这边等你回来，好可怜哦。凋零了，凋零了，凋零了！你凋零了，我要赶快回去。不行不行，不能在这，不能死在这，不能让猫乐看笑话。我要撑到猫乐回来。这是我的使命。附魔功有没有这么邪恶啊？我不能死啊！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猫乐，赶快啊！赶快去挖铁，我就靠你了。正在努力，我就靠你运铁回来了。我现在正在你家跟库伊帕厮杀，这么刺激哦！他非常的，非常的什么？非常的神吗？哦，喂，哎、欸，也没有。好了，我带一点东西回去啦，我 TP 你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们先去挖一点铁，再回来打好不好？不然这样子你一直死，一直打酱油也不是办法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一把强力弓、欸，哎。那你，我没有打酱油，好吧，我努力的在守护你家、啊，很努力。我有多辛苦，我现在一出去就被威望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待在家里吼，我带食物、带木材回去找你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好不好？还有一双好好的鞋子哎，把它穿起来。你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怪在窥视我吗？两只鞋子合在一起，哇、哦，变成一只好的鞋子。好了好了，有多少怪窥视你，我没有兴趣啊。我这里也很多怪啊，没有比你少。这有点多啊。我到人界了，TP 我，那我们去挖铁吧。要不要先睡一下？原来这里有东西哦。你在这边存那个档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先给你几颗马铃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给你几颗马铃薯吃吃啊。看你这么可怜。马铃薯是丢。
哎，丢反了，睡觉。呀，猫肉睡觉，终于睡觉了，有点危险啊。哦，没事了，白天了，走吧，我给你一只钻石镐，钻石镐去。哦，钻石镐，好好的挖吧，我们走，我们去挖铁。走这边下来，所以怎么走？走这里下。咦、目前还没看过怪啊，有了、哦、有了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哇，小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是小僵尸？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啊 ，TP TP， 呜呜，小僵尸随便 TP 你的，你怎么在岩浆附近啊？你的东西大部分都喷到岩浆里了，真假的？我拿到你的火把了，我还看到安德。哦，我找到铁了，找到铁了，终于有铁了，挖，快挖，挖，快挖。哦，我们就挖到五个铁了耶，五个铁，哎、欸，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。离目标，我们要几个铁啊？我们要24×2啊，48个是最好的啦，48个就有两套了，因为我那一套的衣服，哦，又是小僵尸。小僵尽走路好快哦，不太科学。哦，这里好多铁哦，太棒了。哦耶，一颗。为什么我突然就没看到你了？因为我不晓得就走到哪里了，走到有铁的地方，有铁吸引我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啊，我挖到了。你挖到了？我挖到了。这么神？哦，我嗅到了，吓到我！哦，我嗅到了。我以为我要掉到岩浆里了，吓死我！哦，差点半条命就去了，哦，吓死我！啊、哦，苦力怕，苦力怕，苦力怕来了！苦力怕，不要靠近我哦！哦，他烧死了。为什么感觉你那边好像？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、等一下，哦，好恐怖哦！我好像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剑呢、啊，我没有剑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一颗钻石、欸，哎，哪里？哪里？等一下，我哇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我等一下，我一定挖到神怪砖了。你挖到神怪砖了，我先挖一下钻石啊！我先不理你了，等一下我再提提你。哇、啊，钻石一颗，钻石两颗。钻石三颗，钻石四颗，哦耶！挖到铁了、欸，钻石四颗，哎，我挖到四颗钻石了，嗯、可以有钻石血鞋了。神怪钻在哪里？被你解决了。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刚才可是刚刚冲出来一票一票僵尸，一票僵尸，你以为有神怪钻是不是？对啊，吓死我！哦，就在旁边而已哦。对啊，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那我 TP 你干嘛？太可恶了、哦、还不如在我刚刚那里比较有希望。喂，没有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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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我听到一堆怪的声音，又是怪的声音。你好像找怪比较容易，比较在行欸。我不想找怪。你好像找怪很在行欸。我发现我的血比较好吃这样。喂、欸、我看到枯宫自己跳到岩浆里欸。死了吗？还在烧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没死，欸、没死，没死，居然没死哎、欸！不是啊，重点是，重点是，我来跟你远拼。呜、哦！你射死他了，秒杀！感觉要挖这里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凹进来的感觉，感觉就是邀请我们挖这里。哎、欸，挖出来了、欸！哎、欸。挖出来了，感觉就是邀请我们挖这嘛，对不对？好不要怀疑，这里又是天然洞窟哎、欸，那边有黄金、黄金、煤炭、红石，没有录用。你怎么脖子插了一根剑？哦，他送给我的纪念品。你觉得哪边会有？啊！哦，哦好漂亮哦，被我记录了，记录猫肉被压的瞬间哦，好丢脸。哦，很酷哦。竟然没有带铲子出门，失策失策啊！你看看你，失策失策大失策！我没有带木头，我不是有丢给你木头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哦，有有有，我看到了。哦，你不要骗我，我想说我把一半的木头丢给你，哎，不然我木头也不会这么少啊。哎、欸，泥土后面什么都没有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只有挖石炭的份啊。从头到尾就只有挖一堆石炭了、啊，怎么挖就是石炭。哎、欸，钻石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挖到铁了、欸！我挖到钻石了，又有钻石了！
哦，好开好开心哦，钻石哎，一颗神奇，两颗哎，我现在有六颗钻石，六颗钻石哦。好，我们怎么同时挖到好东西？好东西太棒了，六颗钻石，现在有六颗钻石，六颗钻石可以做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衣服吗？衣服要八颗，裤子要七颗，还差一颗。我想卡在这么尴尬的数字。鞋子要四颗，帽子五个，可以做帽子了。可以做帽子，你要吗？可以啊，我不穿帽子。你不戴帽子的、哦，会压坏你的发型，是不是？那个耳朵会不透气啊。会压坏，不行，我等一下强迫你要戴帽子。不，降低你的死亡率哦，不然你动不动就死。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做一个铁装全套嘞、欸，哎、欸，又有钻石了，哪有这么多钻石的啦？喂、欸，要铁不是吗？哪有这么多钻石的啦？喂、欸，哪有这么好运的啦？嗯，哦，我现在有十颗了，十颗钻石了，十颗嘞，十颗嘞，哎、欸，有点怪怪的感觉、欸，幸运大爆发、啊，十颗了，怪怪的，猫乐怪怪的。我挖去找你。我怎么了？嗯、看来我们的运气都用在这边吗？可能哦。所以我等一下打不到凋零头了吗？这样有点可怜欸。对啊，这跟我们说好的不一样啊。哎、欸，挖看看，泥土后面。哎、欸，红石一颗。红石要干嘛？哎、欸，又挖到钻石了。哪来的那么多钻石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又挖到钻石了！喂，到最后有钻石全套哦，有没有？不需要做铁装全套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可以挖钻石的工具。在我这。在你那。说我要 TP 你了。你 TP 我，你去挖钻石。这么快就要可以 TP 了？赶快去挖钻石，又挖到钻石了，很开心吗？耶、yeah, ，好多、哦，四颗哎，四颗耶，偷偷心，耶、yeah, ，四颗，现在有14颗。我觉得我都把东西都给你好了，14颗，14颗是14颗，14颗可以做两件裤子嘞。哦、oh. oh, ，我们有两件钻石裤嘞，有没有很兴奋？哦、oh, ，想不到铁都没有挖这么多，就有这么多钻石了。你身上有几个了？我身上有9个铁。九三十九，然后加钻石够啦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、欸。我们可以回家了，那走吧。等一下哦，先多挖一点，立马回家，立马回家。这里还有，挖完这一窟。喂，哦，这一窟好多哦。我觉得这里根本就是叫我们留下来说，这里还有钻石哦，快点挖我，挖我钻石也要找得到才行呢、啊。走出来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地狱吧。要带走、哦、这一好了，把这两颗钻石也带走啊，做两个钻石胸甲好不好？哎，我好多石头啊，丢进去，丢进去。做两个钻石胸甲，一个，两个，还是你要做钻石剑？哦，我不需要钻石剑。你不需要钻石剑，好吧？你说不需要就不需要吧。不需要。两个钻石胸甲，一个，两个，我们可以穿钻石胸甲了。耶、yeah ！我放在仓库里，放在箱子里。哎，你人呢？我放在箱子里了。那我们东西带着啊，东西带着去地狱烧好不好 ？OK 啊 ，Go Go。哎，幽灵眼泪可以干嘛？幽灵眼泪可以酿造。你要酿造吗？应该不需要。走吧，我们走。走，那我来教你认路啊。认路。那个正常人都不会迷路的啊。你走过来地狱了没有？我在你后面啊，然后按一下这一颗，按下去，有没有？按下去来了没有？传送到这边，这里有一根火把，沿着这个火把走就对了，一直往前走就会到了。你有没有？正常人都不会迷路了，嗯，直直的走，哇、哦啊，东西运回来了，怎么都没有那个？没有什么。没有任何阻碍，是不是？任何的接待吗？接待，你要有这么受欢迎的接待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做裤子了。我做完裤子，我可以出去搏杀了。哦耶！为什么这里那么多的铁马铠啊？
铁马铠哦，因为是那个地狱堡垒里面会有奖励箱，奖励箱里面就是放这些东西。真的？你1.6之后就有奖励箱。喂，来了来了！第二回合大战。呜、哦，我现在有钻石胸甲，哎、欸，他被骷髅头射死了。这么GG？哇、哦！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。可恶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会掉头吗？我躲，我躲，哦，我差点被打去了。喂，有你闪开，你有你，给你一剑。我听到了，没有，只掉煤炭而已啦。我们这么辛苦，只掉煤炭而已。我们快点离开这里，好不？好啊。你的那一只弓还有附魔、哦，这么棒哦。你不是给我的吗？是你给我的强力衣吗？强力衣耶，没关系啊，那也是哭工送给我的。我来回来了，做头盔。头盔？你要头盔吗？不要。做一顶给你，强迫你戴。不。强迫你戴着。不。哦，为了保护你脑袋安全，不然脑子都不正常。我脑袋里面是空的，好不？戴起来。钓鱼没差。戴起来。哦。这样 好有趣哦！你这样看起来跟月英有什么差别？真的吗？超像的啦！你们是双胞胎姐妹吗？或许哦。我发现目标物了。我后面支援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跑那么快？哦，就看到目标物有加速吗？为什么你有？为什么你可以加速？哦，因为我平常都用走的啊。哦，哎、欸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打到了。耶！哦耶！打到了！哦耶！哦耶！哦耶！你其实打到不应该太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送死啊！我们要去做凋零了！哦耶！哦耶！哎，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你了，走开啦！走开！走开！哎、欸，又掉一颗哎、欸！什么东西啊？又掉一颗，是怎么回事？又掉一颗了！打两次是不是？又掉一颗了啦，喂！现在是怎样？掉不用钱的、喔，之前怎么不掉？现在掉免钱啊！掉免钱的。喂，哦，走回去了，走回去还有东西继续阻挡我们。哎呀，我快死了！快死了，不要怕。喂，呜呜，哇，连打他3下死掉了，我们走回去了。哦，走走走，我们走，这是今夏最流行的混搭风。那你，等一下你可以抬起头来吗？我，嗯，好好笑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变得感觉好像有点咖啡色啊？你的帽子，你的脸，你的头发太长了。而且我发现我耳朵还可以露出来啊，好神哦！你的头发太长了，好了，我不理你了。我的耳朵还可以露出来，我超强！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！还是在这边，我们就在这边创造凋零怪，好不好？这有点窄，有点窄，这样才可以直线拼搏啊！好吧，就这里啊！真的还是假的？这里吧。好了，就那你说这里就这里吧。感觉好随便哦。会不会等一下我讲的就后悔了？会，要创造了。格数限制吗？哎、啊，这样才好啊！一出来就被压死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就挑战完了，要开始了。那也不错。好紧张哦！等一下可以先把这一颗挖掉吗？我这样过不去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感觉我就要死在这了。猫了，猫了，为我默哀一下。哎、欸，哦，好，我要放上去咯。OK。喂，哦，来了。他要爆了，他要爆了！他好恶心哦，他在狂叫了。补满血的时候就可以打了嘛？怒吼！哦！忽然爆了一下，哎！给你！哦！好刺激哦！哦！要死掉了！我要死掉了！哦！我被他干掉了啦！东西都被他打掉了！哦，钻石装没了。这样就没了，要凋零而亡了，有够难的，赤脚空拳了啦、这怎么行？不能啊，什么赤手空拳？你认真的吗？
我不知道，这样可以吗？哇，当然不行啊，做不到了。我做不到啊！你在哪？哦，这个洞窟越来越大嘞。回应，哎呦，呜、哦，闪过了，闪过重重关卡。哦，好刺激哦！哦，有。哦，我被他干掉了。我们哦，在下面啊。哦。呜、哦，他来了。呜、哦，打到就要死了，我还没碰到他就死了。我根本看不到他。在哪里？呜、哦、呜、哦，砍到了，砍到了。马上凋零啊！哈哈，马上死，啾啾。太难了啦啊、我们 TP， 我们这么冲动对吗？拿剑 TP， 拿剑 TP， 我们这么冲动是正常的吗？轮流让他死。喂、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我也在找，他在这里，我看到了，他要冲过来了。为什么看不到他？他在里面呢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他了，冲过去。闪过！你打到！呜呜呜！哎，我现在还没凋零，哎，马上说完，马上死！啊！你在哪里？上走！呜、哦，还在这里哦！呜、哦！哎，我这有鬼怕！我又死了！呜呜呜！TP 了！哦，我被他打到了，好可怜哦！呜、哦，太快了，没有剑了，又 GG 了，又 GG 了，没有剑了。哦，我找到了，哦，还没回满，我不死了，我 TP 你了，我现在正在砍他了，哇，又死掉了。喂，哎呦，这里这么低了，他已经炸光光了吧？对啊，都被他炸光光了。哦，他还打酷攻，哦，可见我们死了多少次了？我 TP 你卡在那里，马上被炸死，太悲剧。呜，我死了。惨了，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居居流，18个做成木杆杆，36个木杆杆，我可以做36把剑了。哦，还好这边很多石头，是不是？我这边有20个。来了，我们来做剑自己吧。哇、哦，36把剑，满身是剑，满满的都是剑哦，全部都是剑，有的地方可以放吗？哦，他在前面，你有看到他了吗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好了，我们两个人冲过去了。哇！哇！练手速。哎，有神血了。哦！这样行吗？这样真的行吗？哦，猫了，你刚才打了好多滴哦。我砍了三下。他在哪里？人在哪里？哎，我 TP 你怎么不见人了？他跑去哪里了？上面吧。他飞上去了，可恶！他到峡谷了。这样要怎么打啦？不知道哎。而且我要凋零而亡了。峡谷上，哎，他飞这么高，要打什么？那个无耻。他飞这么高要怎么打？对啊，要怎么打？他太高了吧？对啊，好高哦！那要打什么啦？哎呦，我一直被偷射。哎呦，捡回来好多剑哦，满路都在喷剑。先捡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喷了那么多，满路都是剑呢、啊。做一下火把。好了，马上做出火把。石头剑面前的。哎、欸，我又捡到剑了！真的啊，我又捡到剑了，满路都是剑。他现在飞高高嘞，要怎么打？对啊，飞高高怎么打？而且他飞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在这里。他飞高高了，飞高高要怎么打啦？要做弓箭了啦！太无耻了，这太无耻了。啊，我们没有弓箭啊！
对啊，我们最穷的就是弓箭了，有弓箭我何必这样打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还要继续打吗？我觉得不行的啦，我觉得今天打不赢了啊，我们下一场继续啊，要延长加赛了。延长赛？为什么你好狼狈哦？怎么了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每次被你说的感觉我真的很狼狈？不行，我要延长加赛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先到这边啦，先回来床这里。先回来床。啊，先跟我睡一觉吧。那，喂，你的剑好多。嘿嘿嘿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想说什么？啊，猫了！为什么你踩在我身上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正在床上看着你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哦哦哦，猫了加油啊！哎、哦欸，你为什么就自己跳上去了？我看着你在奋战，后面还有哎、欸，后面还有。不要拿蜘蛛网。我先过去喽，猫了加油。